不是所有的老北京四合院是用小目标来衡量的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套不到2000万的迷你四合院，这个位置属于朝阳门内大街，属于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位置。我们要看到院子呢是走到头最里边的一家，但是这不是大杂院，这都是独立的门牌号。从这个位置呢，就到我身后这一片位置，就属于这个院子了啊。后期呢，这可以画一个栅栏门，这一片空地都可以利用起来。我们要看这个院子呢，占地是140个平方米，建筑面积是117个平方米，由3间北房、3间南房、1间西房所组成。接下来我们从北房看起。目前呢，3间北房是一个打通的这种状态，这边呢是作为一个卧室，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客厅、餐厅。往里边走，这间西房呢是做的厨房、卫生间来使用。这几间南房呢，准确的来说是3间半啊，并且每间南房都带有一个后窗，可以完全解决通风的问题。里边呢也是作为一个卧室来使用，满足2代人居住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怎么样？像这样的迷你型四合院，你喜欢吗？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